去吃好料哦、oh, ，OK OK OK， 今天建斌大哥带我来吃好料。哇，今天哦，听说有十几道菜，准备要我们 try 的，全部我都要给建斌大哥吃，因为我才这样子，我已经塞不下了。然后听说他带我来的这个餐馆哦，蛮高级一下的、哦，看到没有？嗯，餐馆的名字，宽窄 Ali， 宽窄巷子，嗯，呀。分享分享、啊，来分享一下，分享一下啊！分享一下，分享分享分享。已经很久没有跟建斌大哥一起合作了，然后呢，对对对，我跟建斌大哥呢，在一月呢也是会一起主持节目。嗯，哦，所以慢慢慢慢啊，最后我们就一起拍电影。嗯，最后我们就一起住在一间家。贷款，贷款。OK， 旅行团。Where is this place？ OK， 我们现在在，好像是在 Club Key area。Church Street。Church Street， 对 ，Church Street。Church Street。Church Street， 听过吗？很多 office area 的这边。Yeah， 这边很多F&B 的办公室的地方， yeah， 然后晚上这边就很多人来这边吃东西。那这一间餐馆呢，它是很高档的，属于比较 classy 的川菜。是，可是我听说哦，他们为了因为来新加坡嘛，所以他融入了一些新加坡人的一些本地文化，对他们的口味有一点改变。不会说所有的都很辣，烂辣，不会。对对对，因为我不吃辣嘛。你看建斌大哥真会选，选到一个不会吃辣的一个。啊，所以这间记得哦，它的店名很奇怪，叫宽窄巷子。它在巷子是什么意思？在四川好像是不是有一条路叫宽窄巷子？是吗？还是一间店？是吗？你们等一下，我问老板，好不好？是一条路名。老板呢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年轻人。对，好像比你漂亮。真的。他的样貌好，身材又好，是是是，对不对？很年轻就做老板，对、哦、，OK， 我今天换衣服了，你懂吗？建斌大哥，什么衣服？我本来是穿另外一套的，哦、然后我刚才还没有回到家，因为昨天呢，我昨天三场嘛，然后我三场我从早上穿到晚上穿一套，他们讲我有汗臭味，所以今天为了我来跟你做直播，我先把我的汗臭味的衣服换掉，换一个新鲜的，所以没有那个臭臭的味道。其实你错了，为什么？你喜欢啊？我就喜欢有这种臭味，臭臭的，我更喜欢。你要带我来阿巴的地方，我哪里可以穿得这样垃圾，对不对？越臭越好。我要换一个比较 classy 的吗？你看有没有，有没有比较漂亮？ Yeah。 越臭越好，哪里可以 ？OK， 这边的菜这样香，这边的餐馆，等一下你们一进到去，你们就会哇哦，真的。OK， 我不知道新加坡原来有这种地方，我不知道新加坡的菜哦，他们家的菜哦，非常非常的特别。对，而他的地方很 class， 但是你放心，那个价钱，价钱很公道，不会懂你啊，大众化。他不是，他不会把你当那个北菜头。对，因为老板呢，他是有这种想法，把最好的川菜带来给新加坡人。对，哎，我很少吃四川菜的嘞，因为我听说四川很出名吃辣。对，可是哦，我不吃辣。他也有不辣的，也有不辣的，不是他一百样菜啊，不是99样辣，不是。他可能50样辣，50样不辣，就看你们要吃辣还是吃不辣啦， yeah。 对不对 ？OK， 大家傍晚好，然后刚刚进来的朋友快点帮我们分享啊 ，OK，、yeah。 因为今天呢，当然是有建斌大哥，当然就是有好料介绍嘛，哦 ，OK， 不然的话很少见到建斌大哥，我可能哦几个月才看他一次而已。建斌大哥很忙的，只要我喜欢直播吃的东西，他只吃而已。对，因为我觉得民以食为天，对不对？我以为你会讲说。有美女的地方，你就会在美女食为天，美女民以食为天呀。所以我们哎讲了半天，应该进去了吧？可以了，大家、啊、你们要不要看？
还没有啊，我们才讲四分钟呢，这边大哥，我们有时候不可以太干重啊，慢慢来，慢慢来。可是可以的，可以了 ，OK。现在有五分钟1900不错了哦，这边大哥 ，OK， 继续帮我们分享哈 ，OK。然后健兵大哥那边呢，也是一样有开直播，所以在健兵大哥的平台 ，OK， 记得帮我们分享 ，OK。然后现在2000人，我们马上带你们进去，可是你们不要跑人，因为今天你要看我们吃，再来呢，等一下还会送大家礼物。等一下一开始就会抽奖，我们送你们来这边吃好料，不用还钱 ，free 的，真的，个人套餐。我们听说还要送600块出去哦。哇，那个是包车啊，对，三份，对，200，200，200，是我们要送钱出去，是不是？对对对，你看，所以我们这个小时哦会送很多东西，是，千万不要走开，一个小时而已，所以你们 just 看我们啊，一定要分享，等一下要这样抽，当然就是要有那个 share tag 啦，所以你们要公开分享，好不好？所以我们的人呢就是在23 Church Street、yeah. Capital Square。Yeah. OK， 所以呢，它的门牌是0102到0108。OK， 所以你听它的门牌，你们就懂说它里面有多大间。OK， 所以我们现在呢，马上带你们进去参观参观。OK， 快点去看它的整个surrounding 啊。来 ，Let's go。OK，Let's、okay, go 啊 ，Let's go！ 你看这边大哥 excited 了，他肚子很饿呀，我跟你讲，他从刚才就一直要进去的，哇！哇，还有美女帮你开门，你看，哇！建明大哥肚子饿呀，建明大哥。那个地方博物馆可以拍照，你看，哎，给你们看 ，OK。然后他们这边呢是出名那个 Benda， 建明大哥也可以站在那个 Benda 旁边吗？呀，我们在 Capital， 哎，很 cute 哎，你可以在这边拍照。你猜一下，我调一下 angle。OK OK。这里吃饭前还可以先拍个照。这边大哥。来 screenshot。发给天津大哥，谢谢。OK 好。OK 他很可爱。OK 然后呢，来进去。你看，这里有等一下啊 ，Panda 吃的竹子。OK， 我看一下。还有 Panda 吃的竹子，你看。然后它整个地方呢，全部都是很多很多的 Panda。OK， 然后呢，你看连这边都是 Panda。OK， 然后呢，你看一进来，怎么有人？哦，不好意思，有顾客，这边有顾客，今天不好意思啊，等一下啊 ，sorry 啊，我们要给大家看一下那个环境。OK， 所以这样 ，OK， 你看我们不可以讲话太大声。OK， 这边很多位置，很多位置，很舒服的，你看。OK， 等一下我们再来拍。位置非常非常的多，这边的人的啊，这边的位置呢也非常非常的多。OK， 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吧台，所以这边呢也是可以喝酒啊，也是可以喝酒。如果你想有隐私的话，我们有 VIP room， 要有 VIP room， 有房间哦，有房间，带你们进去。OK， 对，他们的房间非常非常的特别。OK， 然后呢，他们这边的 minimum spending 呢也不会很高。OK， 不会高啊，不会高，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OK， 所以我们在宽窄 Alley， 宽窄 Alley。OK， 他现在他们讲这个是 Benda Restaurant 哎，不是，这个不是 Benda Restaurant， 是代表四川。哦 ，Benda 代表四川。他们问我们在新加坡是吗？ Yeah. 我们在新加坡，我们不在四川，只是四川来新加坡。在新加坡，你看。他们以为我们来，哎，他的这个酒很可爱，里面有一个 Benda 的， yeah. 你看。国酱，国酱。哎呦 ，so cute！ 你看他们的这个。里面还有 Benda 在里面的，好可爱哦。OK， 哇，建明大哥要不要？要，要不要？以后听说以后就是 Benda 拿掉放我在。哦、oh, ，Benda 拿掉放你啊。OK，OK，、okay. okay, 来，我们去房间，去房间。OK， 走去房间。啊，这边呢，他们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房间。OK， 哇，这个龙虾，哇。They got menu for 都有啊，他们这边都是有 set menu 的。然后呢，如果你们一个人来吃，两个人来吃呢，那个价钱呢 very very good。OK， 我给你们观赏这边，我们在那个 Panda room， 我们啊，这间就是 Panda room。熊猫，哦，这个 VIP room 是属于熊猫 的。OK， 然后哎，你看哎，这位美女是谁？ Hello， 欢迎欢迎小鹅，来，这样子的创办人，噔。OK， 这个就是陈一文老板娘。大家好，
欢迎大家。OK， 等一下我放在地板先啊。OK， 呜呜呜。OK， 噔噔噔噔。哇，老板娘在这里恭候多时啊。对，他来等我们很久了哎。OK， 然后呢，这个就是老板娘，然后老板娘呢就是我们的宽仔。OK， 我们的宽仔 Ellie 的是一个老板娘。OK， wow， nice place and very spacious。对，然后这边很特别，我很想问老板娘，你为什么会有想要这种设计？OK， 因为我们的宽窄巷子是其实是用成都的一个地名来命名我们的川菜馆。我们想说就大家看到宽窄巷子的时候就想到成都的川菜馆，然后我们就把很多四川的元素，像这个熊猫，这个就是代表我们的国宝熊猫，然后带到这些设计元素上，我们每个房间都有不一样的设计主题，这样。对，天明大哥，那你喜欢哪一个房？我最喜欢熊猫房。因为我还没有看过真正的熊猫。对，然后刚才天明大哥，你不是有问说宽窄巷子是、四川的一条路名还是一间餐厅的名字？它其实是四川很有代表的一个地点，然后这个地方就是被命名为宽窄巷子，然后也是被保留下来，其实成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打卡，每个人去四川一定会打卡、是一个打卡的景点。对对对，宽窄巷子可能有宽宽的，有窄窄的。对，有宽巷，有窄巷，然后我们整个餐馆的设计也是用这样的一个理念，有大厅，然后进去以后有个小厅，就是窄厅这样。是是是。所以你经过一个窄巷的，就进去厕所了。哦，那如果我去一个宽巷呢？就是我们的大厅。那你这边的设计是不是也是宽窄巷子？是，从宽厅然后走进来一个巷子，然后进去那边就是个窄厅这样。那这边就通过又变一个宽厅这样啊？都算是一个窄厅，跟大厅比的话，对。OK 好。等一下，他们讲这边有一点卡卡嘞。这边你的 WiFi， 我没有 WiFi， 你有接到 WiFi 啊？有 WiFi 吗？有 WiFi 有。等一下，继续 WiFi 可以吗 ？OK，give me a bit of time 啊，我要换一下那个 WiFi， 换一下 WiFi。他们问老板娘是不是四川人？我是广东人，广东客家，然后一半客家一半潮州人，然后我的另外一个合伙人他是四川人。我们是想说，我们想把川菜，就是最好的川菜带到新加坡，让大家享用到这样的比较有特色的川菜。有些人又讲没有卡嘞，没有卡嘞，有卡，现在没有了，现在 OK 啊，没有 OK， 没事没事啊 ，OK 嘞，我们就继续进行。然后得是 OK 嘞 ，OK 嘞 ，OK 呀 ，OK 嘞，都出发。我们的老板娘有这一番宏愿，要把最好的川菜带给新加坡，是不是？等一下你就知道。对，这边很多好料哦。要准备十多道菜，我头都晕了。是，金明大哥，你吃得完吗？怎么吃得完呢？好，可以上菜了。肚子饿了 ，OK。建斌大哥最想要看到的就是那个菜。因为我这个岁数，我也没有什么兴趣了。他们问的最大的兴趣就是吃。他们问 VIP room 有没有 minimum spending？ 有没有？有。我们中午的话是大概是600，然后晚上是1000，对。OK， 可是有 event 的时候，那个价钱又不一样了哈。OK， 过年就不一样了。对 ，OK， 如果过年的话，你们最好是要早订 ，OK， 因为他们的房间呢 ，OK 有限，好不好 ？OK， 所以今天我看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东西，就是噔，这个只有在古代去的时候才看到嘞。那什么酒啊？就是我们客家的黄酒。黄酒，我看戏哦，他们是讲说他们很喜欢把酒和埋在那个地下，然后那个女儿要嫁出去了，他们才把那个酒挖出来。九九女儿红。那个是女儿红。那是牛红。女儿红啊，这个叫娘酒。对，其实是客家的黄酒。为什么叫娘酒？是以前就是很古代的时候，像客家的女生都是比较朴素，然后勤劳，然后大家那些酒都是客家的妈妈们在酿，所以就是叫做娘亲啊，娘酒就变来其实是黄酒，娘酒，对，客家话叫娘酒，娘酒，第一道菜上来了。OK， 这叫什么菜呢？来，等一下，我拍给你们看啊！大家看一下，噔，我们的第一道菜回锅肉，不是回锅肉，有人打回锅肉，就是我们的宽窄紫米脆肉。
然后这个是上面的是我们用那个我们的猪肉，然后我们会加了，我们师傅加了很特别的一些不辣的一些很香的辣椒粉，然后下面是结合现在养生的紫米去做的这样一个、一个菜，就是用猪颈肉做的，对，猪颈肉，猪颈肉。哇，建斌大哥，你要来吃一下吗？吃一下。哇，下面是那个哇，哎，这个要用汤匙哈。用汤匙。哦，它分两节的。对，它是两层。下面是紫米。紫米，来，建斌大哥要给他们看一下吗？紫色的米，对。来，上面是猪颈肉。我看那个米，我看不到米，看不到米，米这边来。看一下。哦。这个是紫米。OK。OK。看到没？来 ，OK。好。新加坡，对，我们在新加坡，新加坡的宽窄巷，对，我们没有在四川，对、啊、我们在新加坡，不是在四川。来，建斌大哥吃一下，来，你要给他们看，建斌大哥，你要给他们看，哎呦，你整理下去了吧？哎，要不然要分几次？你要分两次。要分两次 ，OK。等一下，你吃了，现在那个味道如何？味道，味道。上面哦，上面这个，它有点脆脆的，是是吧？对，会辣，会辣，咸咸的，对，咸香咸香这样。然后下面那个紫米啊，它会中和一下，对，那咸香的味道就不至于那么浓。哦，建斌大哥，其实你可以去做吃的嘞，因为你很会去describe。这个就是属于餐前的这个对小菜哦，小菜还没有进入主食哦。哦，对 ，OK。可是我们在进入主食主食之前呢 ，OK， 我先 connect 一下 WiFi， 因为他们讲有一点 lag 哈，所以大家你们给我一下子哈，我现在 connect 一下那个 WiFi，OK。我 connect 一下 WiFi， 我们这边看不会 lag， 可是他们讲会 lag。OK， 你给我一点点时间啊，我现在 connect 啊，你们不要跑掉啊。OK， 我 connect 了，我再回来。OK， 等一下子啊 ，very fast one 啊 ，don't run 啊，不要跑，不要跑。